红魔虾尾自由啊，这个红魔虾自由了，这事儿大一点。这吃多少只？这是一只来自莫桑比克的玫瑰龙虾，这个你看它外表像熟的，其实它是生的，这个刺身极品，特别好，一会儿咱们见证一下它肥不肥啊。这个玫瑰龙咱们弄熟了啊，然后这个你看纯野生的，这上面还长了一下贝壳，看它到底肥不肥啊，反正生的这个是可好吃了。哎呀，这个肉确实肥，这个刺身极品，生的特别好吃。真鲜呐，这是虾蟹。
吃完了。赤身铁甲头子北极贝西林子啊，虾下一备注拼盘啊，
鱼子。